过了上班时间，小区里一片静谧，鲜有人走动。奔袭数百公里，从凌晨到现在，河北省迁安市公安局的数十名民警已经蹲守多时。经过秘密调查，目标锁定在三单元501室，基本上也可以确定嫌疑人在哪屋了，准备实施抓捕。屋内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但是办案民警似乎还在寻找着什么。哎呀，哎呀，奶奶，啊，走，奶奶，孩子，孩子，是不是还有个姑娘？孩子，啊，那心都咯噔一下，说这仨人抓住孩子哪儿去了？这是迁安警方进行的一次解救行动，目标是一名年仅8岁的男孩。此时他已经被绑架2天3夜，他到底在哪里？解救行动难道出了差错？如果孩子当时不在我们确定那片区域的话，是吧，这个呢可能都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危及到安全。孩子的安危让屋内的侦查员备受煎熬，紧张的气氛一如3天前孩子被绑架那一刻。夜色中，居民楼下，一个女人撕心裂肺地打着报警电话。哎呀，我要报警。咋的？别说上汽车，我刚从门口出来，有个车给孩子想走了。啊，别。一个啥车？一个面包车，一个面包车。往哪方向跑了？往东。这个车从小区出来都上东走了。好了，马联系民警过去，你稍等，电话保持畅通啊。哎，好嘞，好嘞。我们迁安市杨店子镇的滨河社区，有一个，有一个小孩被人抢走了。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了事发小区。孩子母亲给人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吧，装傻不义，有的说像抢孩子，像说这个取什么器官似的，有的怀疑说这个抢孩子会要钱。被抢走的是一个男孩，名叫妍妍，今年8岁。报警的是妍妍的母亲冯婷，孩子就是在冯婷的眼前被人抢走的。这里就是出事的滨河社区。案发当晚，冯婷带着儿子妍妍一起回娘家吃饭，离开的时候孩子被人抢走了。在这样一个生活聚居区里，竟然会发生当街抢孩子的事情，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嫌疑人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刚从楼门口一出来，一个小面包车往后都上，抢着孩子都走了，我扒着车门也没扒住。你这你的孩子是吧？对，我的孩子。你认识吗？不认识，没看着这个人，好像戴着眼镜啊，戴着帽子的。但是说刚才给打电话来着。给打电话干啥？给打电话说让我准备6万块钱。绑走妍妍的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选择妍妍呢？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暗夜里突然伸出的黑手，下来就把孩子一把就给抱到面包车上。风云突变的第二次通话，这是扯淡，600万我不要，要2亿。是谁抢走了8岁男孩？赎金2亿，一线正在播出。嫌疑人的勒索电话让警方感到巨大的压力。人家绑匪还明确说了，你要报警我们就撕票，所以说只能秘密的。我们说白了就是我们办案的过程中是非常被动的，特别是啊，这个8岁的儿童啊，他有时候可能不像成年人那种说呢，能够和这个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进行周旋呐、进行配合呀，可能配合度这块主控意识上比较差，说这也是特别这个增加这个破案的难度。为防止惊扰嫌疑人，警方的侦破工作一直在暗中进行，稳住家属的情绪，因为既然是绑架案件，他肯定会勒索赎金。与此同时，以案发小区为中心，警方对抢走孩子的可疑面包车进行追踪。咱们都通过指挥中心，这个对这个全市，对卡口进行布控。出城的方向太多了，派出10个人左右，把所有的出城的，包括城内的这些路口的监控去查这些。在焦急等待的时候，冯婷向警方一点点地还原了妍妍被绑走的经过。晚上去我妈家送东西，晚上就在那吃了。吃完饭大约是7:22-23，他们下楼，当时是孩子母亲领着他这个小儿子，就是这个被害人，当时先下的楼。冯婷说，出事前，妍妍蹦蹦跳跳地走到自己前面。两人也就1-2米的距离，要出楼道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对面的停车位有一个银灰色的面包，哇一下就倒到他们家这个楼道口这儿。他往后倒的时候，我心里还想，我这个缺德人怎么倒这么快，心里边还这么想，因为孩子在前面嘛，我都怕他碰孩子嘛。冯婷刚想上前拉住儿子，就发生了恐怖的一幕。我那车贴着孩子倒过来的，紧接着就又下来一个男的，戴着帽子戴着眼镜，下来就把孩子一把就给抱到面包车上。我就拉着他车门子，他往前开，我就是使劲攥着，然后车特别快的就是加速拐弯掉头就走了，把孩子的母亲还给带了个跟头。尽管冯婷紧紧抓住车门，妍妍最终还是被抢走了。冯婷顾不得满身的伤痕，拨打了报警电话。哎呦，我要报警。好的。别说上汽车，我刚从门口出来，有个车给孩子抢走了。很快，嫌疑人用一个170号段的虚拟号码打来了勒索电话，索要赎金600万。这让冯婷如遭五雷轰顶，回忆案发当时，他想到了一个重要细节：银色面包车往后倒，我还看了一下车牌用那个车牌照那种照着呢。而根据案发过程，警方也对嫌疑人有了一个基本描摹。肯定至少是两人，因为有一人开车，一人下车去抢孩子来着。他应该之前有过这个跟踪尾随。但是冯婷却说，案发前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那生活轨迹啊很固定，就是家学校接孩子，家学校接孩子。他母亲就是一个全职妈妈，他母亲那个上学放学总是接送，而且开一辆比较豪华的这轿车。视频侦查组迅速对案发之前冯婷车辆的行走轨迹进行追踪，同时对妍妍一家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被害人呢，这个家庭条件非常优越，这个因为属于这个做生意的，有一定的积蓄，这个说难免有债务纠纷呐什么的，或者有个仇人什么的。但是，熟人作案的猜测遭到了妍妍一家的断然否定。我们就是做生意嘛，也没有欠过谁钱什么的，或是跟谁有特别这么深仇大恨也没有。也没反映出说跟其他人有啥矛盾了，也没伤人惹人的。对，如果不是熟人作案，又会是谁绑架了妍妍呢？当天晚上22:53，冯婷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你跟我孩子在哪呢？啊，这个你放心，你还是小孩挺听话，你儿子很听话。你给我孩子给我，你要你有啥条件我都满足你。你先不要急，他们我是他们老板，我是他们头，我就是要钱，别的不需要。你刚才说600万吗？
大姐，你不要太天真好不好？对吧？这是扯淡，600万我不要，我的，我自己都可以买上吗？我要600万干嘛？那你说吧，你说个数行吗？你说。我想要2亿。从600万到2亿，嫌疑人突然之间狮子大开口。我那时候大脑一片空白，警察得告诉我怎么说，他写下来，我跟他们说。尽量拖延时间跟他谈判，是吧？也不要激怒他，但是也不要特别痛快，答应他的条件，给我们办案进行侦查，留出一定时间。2亿太多了，你给我一段时间行吗？时间，时间没问题，钱就这么定了，你随便。你们考虑一下吧。你理解我一下，咱们少点。不用，你跟我谈一次价，加2000万，现在。2.2亿，2亿2000万，不用再讲了。咱这啥吧，你们商量一下吧。应该不是迁安本地口音，有点接近这个，昌黎、滦县、滦南那一带口音。警方提醒冯婷问一下妍妍的情况。面对冯婷的苦苦哀求，嫌疑人的回答却让人疑窦丛生。你让我跟孩子通个话吧。我们没在一起，你放心吧。绑匪说，孩子没在我身边，离我100多公里，那我不跟孩子在一起。是嫌疑人故弄玄虚，还是另有隐情？在民警的暗示之下，冯婷小心翼翼地周旋着。你先给我问问孩子的生日行吗？知道孩子的安全。行，明天吧。你一会儿都告诉我吧，行吗？我们有3个点啊。不可能之间通话联系啊，明天的话我们才能见面。有3个点，这个人自称是这次绑架的头目，他说他们的人分别在3个地方，妍妍没有和他在一起。这是嫌疑人在故弄玄虚，还是说事实果真如此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这势必会给解救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与绑匪进行电话周旋的同时，警方对嫌疑车辆的追踪有了发现。在对大量的视频进行筛查之后，警方在距离案发小区不远处的欠安西收费站追踪到了嫌疑车辆。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法。在晚上7:40左右，银灰色的50面包车，然后那个通过这个自助入口进入了高速，车牌子上蒙着一块这个银灰色的这个牌照套，牌照套上有黑色的这个 VIP 3个字。就是画面上的这辆车带走了妍妍。通过卡口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驾驶员是戴着口罩和帽子，上身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副驾驶的座位上没有人，但是隐约的可以看到后排座上有人。根据时间推断，在19:20绑走妍妍之后，嫌疑车辆就直接驶上了高速。那么他们逃向哪里了呢？神出鬼没，男孩莫名消失，后面的人就没有了，只剩驾驶员一个人了。意外频出，嫌疑人气急败坏，赎金2亿。一线继续播出。视频侦查组逐渐描画出了嫌疑车辆的逃跑轨迹。从那个前这个西口上高速以后，然后奔京沈高速，从京沈高速呢，他又到这个秦皇岛那一带呀，又走这个沿海高速。发现在晚上21:13左右，这辆面包车在沿海高速昌黎东已经下高速了，还是使用这个银灰色的 VIP 字母这样的这个牌照罩子遮挡。下了高速之后啊，就没有了任何踪影。倒追嫌疑车辆的侦查员发现，案发前他曾经频繁出现在案发地周围。在最近半个月左右，总有一辆这个银灰色面包车，车牌号为 GB15W23， 一直尾随这个被害人的路虎车，前后离得不远，经常在一起前后过往这个十字路口，同样的十字路口。车辆信息显示，车主名叫王旭，河北滦县人，
会是嫌疑人之一吗？警方秘密赶往滦县进行调查。这个人在当天白天一直在上班，不具备作案的时间，而且人家自己也都能，也有人能证实，都是可以说排除他作案的可能了。原来王旭的车在一个月前已经被盗，哎，确实是报警了。这几天包括他们单位的同事也说，他那个9月16号车丢了，从那之后他就没开过。昨晚那通电话之后，嫌疑人竟然一夜没有消息。我期待他给我打电话，特别期待，都能，就希望他打电话能告诉我孩子的一些信息。我们中间也给他，让孩子母亲给他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试过，都是一直是关机。中午12:01，冯婷的手机突然响起了短信提示音。他给我一个短信，告诉我孩子的名字和生日。让孩子母亲一看，确实对，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孩子确实是安全的。12:25，嫌疑人打来了电话。大哥，报警中作案，你可以。我没报警，我真没报警，这个你都放心，我不可能报警。报警不报警，我们都得查呀。你什么时候能上楼，大哥？你不当家的？我们现在家里边正在给你筹钱。你说的那个数字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哎呀，你不要说了，你们筹钱就行。嫌疑人并不知道，经过一夜秘密追踪，警方已经再次发现了涉案面包车的踪迹。下高速之后往东行驶大概也就是200米左右，进了一个加油站，加了油之后，随后他又从这个长立东高速入口上高速了，又走这个沿海公路奔钞票店，在钞票店出现这个轨迹的。最终面包车驶入了曹妃甸城区，驶进了一个小区，驶进小区啊，随后出了一个人，在一个戴帽子戴口罩的一个男的从路边上走着过来了。这个人分明就是面包车司机，但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呢？这个问题从面包车驶入曹妃甸城区之时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车里边后边的人呢就没有了，只剩驾驶员一个人了。这个孩子应该是没跟他在一起，应该是有其他人，这个扛着呢，应该是。很有可能他将孩子或者这个同伙已经转移了，这辆面包车就是为了，引开我们的侦查视线，故意在做这个周旋的跟我们。嫌疑人果然是分开行动，那么，妍妍此刻到底在哪里呢？而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打来勒索电话的那个所谓的老大呢？从小区出来之后，这个男人打了一辆出租车。通过咱们对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轨迹呢，发现这个人呢，返回到这个昌黎。到昌黎县人民医院之后啊，这个嫌疑人就下车了。不久，嫌疑人驾驶着一辆白色轿车迅速驶离。车主显示的信息啊，为这个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赤羊口二村的，叫李东的，20多岁，这个也结婚了，但是呢没有正当工作。迁安警方迅速对李东展开秘密调查，将近有2天没有在家居住过了，而且他每天呢早起特走就特别早，晚上回来时候特别晚。通过查这辆克鲁兹的长期的轨迹，我们发现这辆克鲁兹车确实还来过迁安，这样这个李姓男子说实在的，他的嫌疑就非常大。22:06，嫌疑人再次打来了电话。你们肯定报警的，他们都害怕了，想跑路了。大哥，我的钱给你送去，你给儿子给我，你放心，我肯定是没有报警。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报警？哎呀，这点钱对你们来说也不算什么。大哥，你真没办法呀，咋回事啊？
先不要联系。嫌疑人突然中断了联系，他到底要干什么？妍妍的家人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是过一段时间吧，给他发了个短信，我就总是在跟他说，求求他别伤害孩子，我说我们尽量达到你的要求，一直在恳求他别伤害孩子。太焦灼了，说实在的，实就是说那个时候真是度日如年。度日如年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躲藏在一间简陋的屋子里，眼见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期待的结果却依然没有出现。我一直在那个地方待，我一直睡不着，我就担心说警察来，我还专门上过房顶，在大门口蹲那抽烟，就是看来心里发慌，睡不着，觉得你说肯定拿钱，肯定拿不到钱，当时都没有人，当时只能说是走一步算一步了。这几个人正是绑架妍妍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并不知道，自从李东浮出水面之后，警方追捕的大网已经悄然铺开。当时我们就怀疑，有可能这个李东啊，将这个同伙或人质接到了这个村里边，或者是在民房，或者在一些废弃的厂房啊，进行这个藏匿。他的岳父家，在这个有一个大院，是一个废弃的大院。啊，秘密的侦查了一下，发现那个院，看着痕迹啊，应该是最近确实是进去过车。为防止打草惊蛇，迁安警方对这个大院进行秘密蹲守。10月26日深夜，侦查员发现了异常。去了一辆白色的尼桑逍客小越野，进那个院了。进那个院以后，一会儿又开出来了，怀疑他有可能是要转移被害人。他们一块接走以后是上的高速，然后奔山东。毕竟人质在他们手上，就开始跟踪这辆车，然后就是一直跟踪到这个山东的德州市的这个禹城市。嫌疑车辆开进了禹城市区的一个小区里，半个小时后，李东驾车离开。咱们分析，有可能这嫌疑人应该是躲在这个小区里头，肯定是找一个租房的地方，就看看这几个居民小区是不是有租房户，尤其是在26号新租的。上午9点，秘密摸排有了结果。三单元5楼有一户非常可疑，一名男子拿着身份证，然后是26号下午租的房。而持续监控李东的侦查员也反馈回来，李东上午7点已经返回昌黎家中。看到他到家以后，确实是一个人下的车，回了他这个岳父岳母家。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孩子应该是在山东。妍妍已经被绑架2天3夜，时间不等人，迁安警方果断决定，禹城、昌黎两地同时行动，展开解救。警察，别动！山东禹城的出租屋内，警方共抓获3名嫌疑人，然而却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我们看着有一个大衣柜，然后看看打开一看，哦，孩子猫到那边了。孩子说听着有人敲门，怕来其他坏人，人家自己藏到那里边的。就行了。哎，当时都是如释重负啊！哎，这是一颗石头，这个落了地。在遭遇绑架的60多个小时之后，妍妍在山东的禹城被成功解救。警方在现场逮捕了3名犯罪嫌疑人：王凯胜35岁，是山东省淄博市人；王大龙40岁，陕西省乾县人；还有肖瑜19岁，河北省秦皇岛市人。
与此同时，在昌黎家中正准备潜逃的李东也落网了，而他就是那个一直在用电话索要赎金的嫌疑人。被捕之后的李东是一脸的轻松，没有太当回事儿。问到他的作案动机时，他说自己并不缺钱，那他为什么要绑架妍妍呢？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这四名嫌疑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不满安稳生活，男人异想天开。人生苦练，什么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为钱铤而走险，他们各怀鬼胎，赎金两亿。一线继续播出。李东为什么要绑架妍妍？面对讯问，他说出了这样一席话：有钱人上夜队，几百万块钱应该不算什么。普通人应该算钱，有钱人吃顿饭呢，出去玩牌，去澳门，去哪儿，几百万块钱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得知李东因为绑架被捕，他的家人根本就不能相信。儿子，我也想不通啊，我也不缺钱，但是我也不缺着他，一直我都没相信，都一个月了，我也不相信，自己家的孩子这事儿保着呢，你还帮人家别人的孩子去？在大家看来，李东的人生安稳幸福。22岁结婚后，他和妻子在岳父家生活，帮着打理岳父家的生意。他就是靠着给他丈人帮帮忙，然后给他超市帮帮忙，这么的生活着。结婚日处理的挺好，这不出了这些这年了，觉着觉得挺满意的。这谁十年了，这补的零儿，这谁点我吃的喝的全都不愁。然而，在安静平和的外表下，李东却对眼前的生活很是不满。什么事儿自己都做不了主，也是。你想弄点自己能做点什么，没有本钱，家里也不同意。不用总管他呗，我也不咋管他，太容易出事了。出事之前，李东和妻子就因为工作的事情大吵了一架。我就说想弄点搞点养殖业或者弄点什么，我媳妇就说那个什么呗，有能力自己想办法呗。就是中间走大买卖，咱小家小户哪有那么多资金呢？他的想法是异想天开。没有人知道，疯狂的念头正慢慢地在李东的头脑中形成。考虑绑人，这夫人来说弄点钱应该很安全。他自己心里肯定认为啊，我得干点大事，突然间有钱了，让你们家里人对我刮目相看。为了顺利实现一夜暴富的美梦，李东找到了在岳父工厂打工的肖瑜。他家庭条件不太好，没有父亲母亲，从小和他姥爷姥姥长大，应该也是想自己尽快弄到一笔钱，让别人别小看他就行了。李东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肖瑜的支持。对我好，就是干活的时候总帮我干干活，然后吃的什么都买过。是他的小弟嘛，为他这个马首是瞻的，他的动机就是想我要富啊，要发财。2016年9月中旬，李东成功在河北滦县盗窃了一辆面包车。10月，一切准备就绪，二人来到迁安，开始他们罪恶的计划。迁安这儿紧急发达，我就是随机想绑一个女的，然后要点钱，要几百万。他就说让我跟着他就行，然后。我好生活，然后能来的我开始做，我就跟着他了。两人很快就盯上了冯婷。首先开劳的环路虎应该发现比较早，然后他都是单独一个人送孩子上学，都提前来，生活有规律，就是到学校。就当时就想绑着，然后小某当时没敢，他说咱们人太少不安全。10月17号，李东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
并留下了自己的 QQ 号码。想轻松挣大钱的联系我，然后互相之间通过 QQ 一聊。李东的这个网名就是绑架有钱人。这个帖子很快就引起了陕西人王大龙和山东人王凯生的注意。因为车震来怎么样，自己也贪玩，就是没经营好，就负债太多，负债大概30多万。盖楼的这类建筑工程，那几年不好干，反正欠了很多钱。当时也把家里的房子车都卖了，也还账也没还清。他们非常想一夜暴富了，那倒是，就是来，突然间来一笔这个巨额的款项，还完所欠的外债之后，自己可以舒舒服服的生活下来。两个人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他们很快联系上了李东。啊，他说是搞绑架的，他说他有一个票，他已经跟踪2-3个月，绝对没问题，至少给我们一人100万嘛，他多要点。3天后。王大龙和王凯生来到迁安，与李东和肖瑜会合。就是说白了，就是臭味相投嘛，一拍即合，就出现了这个四人的这个四个嫌疑人的这么一个组合。他们都用的是假身份信息，互相不知道名字，他也互相也不问，反正都互相都有戒备心嘛，也没什么太多交流。几个人再次尾随冯婷。最终他们决定绑架孩子。那个王凯生说小孩好控制，家长会应该不会报警的，少要几个钱不会报警，那意思安全系数高一点。10月24日晚上，他们尾随着冯婷的车来到案发小区，等待多时，当妍妍走出单元楼的时候，他们冲了上去。我李东就开始倒车，一喊动手，开车门我就下去把孩子抱上去。上高速的时候，王凯生就给问小孩那个家里人的电话，就把电话打过去。案发当晚，为了干扰警方追踪，李东半路将几个人和孩子扔在了高速路边，把我们扔在玉米地里，他把车处理了之后再换辆车来接我们。将几个人和孩子安置到岳父家废弃的大院后，李东就开始疯狂的勒索计划。打电话的时候，他总是跟嫌疑人分离的，而且他每次打电话，他说他都自个儿，他都换一个地方，他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刚开始那玩意说的是要600万吧，应该是。一直都是600万。不是后期都变成2亿了。不可能吧？他打电话要2亿吗？不知道，这不现实。几个人所谓的同盟充满了戒备和欺骗。10月26日，眼见着勒索无望，李东坐不住了。他来就是说，好像慌慌张张的跟我说，哎，就是说是这个孩子和妈妈报警了。那我们就往南边走，去了山东了嘛。但是机关算尽，他们最终还是被警方抓获。狠的。看不见我脑袋老了小子。利益驱动应该就是说还是报复的心理来支撑他停了刀下。尽管成功获救，对于8岁的妍妍来说，这段经历显然无法轻易忘记。天一黑了，他就会跟我说，妈妈，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自己在前面跑了，你晚上出去了你都领着我，使劲领着我，他这么跟我，连着2个晚上，他都跟我说。对金钱的贪欲让李东和肖瑜选择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王凯生和王大龙两个人都曾经有过不错的工作和温暖的家庭，就因为一时的挫折就丧失了良知，一同参与到了这次绑架中。他们四个人的做法非但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反而让他们输掉了自己的人生。我们也希望这一次恐怖的经历不会在妍妍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太久的疤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或者微信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